好，我是 Amy。 这一集要来教大家制作毕业花束。那今天这一集主要的学习重点呢，是我们的包装纸，它是一层一层的堆叠，所以呢，待会儿在制作上呢，会有很多反复的重复的动作来做练习。今天呢，要准备的花材有卡斯比亚、箭形的尤加利叶、迷你玫瑰，还有我们的风铃草，以及我们的干燥太阳花，还有我们的干燥雪花。那今天呢，需要使用到的器具呢，有花艺剪刀一支、缎带剪刀、你喜欢的颜色缎带、包装纸呢，双色的欧亚纸、软棉纸，当然包装一定会用到的透明胶带。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制作咯。
今的教学影片到这边哦。在制作上如果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，互相的讨论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，并且要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花艺知识教学哦。那我们下一次见哦，拜拜。